又是一个来头不小的，这一组是阿宁谷又闯祸了夜团队，恭喜你们入围了。而且其实台湾动画 IP 我刚才有讲过非常不简单，就是让全世界都看到，重点是还跨界，什么舞台剧、音乐剧啊，各个不同的方式都展现出来。想问一下史明辉导演，最最最最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秘诀是什么？怎么样才有办法让阿宁谷被大家看见呢？就是我们要做属于我们自己儿童的动画，我觉得这会被所有人看见。台湾动画加油！台湾动画加油！喜剧的成分交给我们这边的剪辑师，每一个都卧虎藏龙啦哈！祝你们可以顺利得奖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